今晚自己有冇選擇？我所以覺得入圍應該肯定嚟㗎啦。咁平常心啦。但都停辦咗兩屆啦，係咪都見翻一班老朋友可以聚下？我係啊，始終有兩年停辦咗啦。咁今次可以搞到個實體頒獎禮係好開心㗎啦。咁因為過去呢兩年大家都即係經即係呢個病毒都令大家折磨咗大家好耐。咁大家今日可以即係聚首一堂去做一個頒獎禮，係一個我覺得特別開心咯。哦，係啊，今年係特別多新人入圍嘅，譬如話媽媽的神兒小子啦，梅艷芳啦，都有好多新人喺度啦。咁我覺得一個好現象嚟嘅。咁希望以後我哋嘅香港電影圈可以更加年青化有活力。我有冇睇過邊個新生代演員？我覺得唔係睇唔睇好問題，最緊要係佢哋一定要多啲實際嘅經驗咯，去拍多啲戲咯。咁希望佢哋可以代表香港，以後可以發光發亮。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